发送按键代码操控与主播。哎哎，你哎怎么自动开车啊？哎，不是，这弹幕自动开车，我操，不会吧？哎，别搞，别乱发，别乱发，我操！弹幕可以教你玩游戏，新出的功能。哎，我们可以测一个娱乐图，然后让弹幕来玩游戏。你们能跑得过第一个点吗？你们觉得你们能过吗？这是最简单的一条直线，你们都过不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因为你们意见不统一，按 W 是往前走，发 W 是往前走 ，A 是往左走 ，D 是往右走。就不搞图了，来，阿蛋把我送到桥那儿去，你们能通过这个桥吗？来，你们可以吗？阿蛋，那个大桥。来搞个大桥过去搞一下。好。其他机友都让一让啊，让一让。我这边让观众过来搞一下来。NPC 关一关来，把车给我俩跑车。哎，这个 SS 的跑车给我。你们能不能过去看你们自己啊？如果你们过不了的话啊，过不了，我给你们多久时间啊？我给你们5分钟时间。如果你们过不了这个桥，如果你们过不了这个桥，你们以后见到我可要叫我大哥了啊！怎么样？来了啊！往前走点吧。来，来发弹幕，自己看，厉害了！啊，不要帮他们，不要辅助他们，别撞我，别撞我，让他们开。一帮坑逼。你们看右下角来自什么什么观众的按键 W 按键 A 刹车 Shift， 你们发什么键他就怎么样，你们 S 就倒车，现在发 S 跟 A， 不要发 W， 有的发 W 有的发 S， 你看你在开这车都开不了。呦，我还以为你们要倒车呢，我还以为你们，吓我一跳。打刹车就刹车啊，打 shift 就加速啊。原地烧胎啊！你们在干嘛？他妈一直按着 WS 吗 ？WS 原地烧胎啊 ！WS 原地烧胎。你看你们的意见都不统一，他还搞个屁呀！我操！你们的意见不统一，搞屁！呦，要开起来了！呦，哎呦，不要左右啊！你们千万不要发 A 跟 D 啊！这是直播间观众弹幕开车，弹幕开车，哦，又翻过来了！我还以为你们搞起来了！呦，还真搞起来了！哎呀，弹幕车神呐！哎呀，我去！哎呦，我操！弹幕车神，我操！刚看你们了，开得好，开得好啊！来，你们自己上桥，你们自己上桥来。妈的，我都控制不了。你们是真菜啊，我操。你们要去哪儿啊？哎，天了。
干嘛你们？有操作有延迟是吧？那肯定有延迟啊，因为弹幕多啊，弹幕多所以操作有延迟。你看车头都被你们拱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还要搞？我把你们操作关了，我来开给你们看啊，你们这，我来开不动了，车搞成这个样子。根本就开不动，换辆车了。弹幕，对，弹幕可以操作我的游戏，弹幕可以操作我的游戏。你们真不行，你们真不行。玩图的时候开，玩图的时候开，我的妈，我给你们开一辈子，我这往这一挂，我吃饭去了，一辈子你们都过不了。真的，一辈子你们都过不了，你们不行。我再给你们一分钟了，我再给你们过次桥。你们不要按 A， 不要发 A， 不要发 D， 直接发 W 就直接能过。不要摆方向，我摆好方向，你们只要统一发 W 就能过。不要左摆右摆的，不要左摆右摆的啊！你们只需要发一个按键，就是 W 就能过。我看你们统不统一啊？来，只需要发一个按键，不需要 Shift， 不需要加速，慢慢开啊。开了 W。那有人？对，只要一直 W 对就可以。不要发 AD， 不要发 AD。你看你这，你们都不行呢，这你们都开不了。我再给你们开一次啊！别刹车，别 AD 啊！来，再给你们开一次。你们干啥呀？发 W 你们就能过这条线了。我操！发送按键，只要发送弹幕就可以操控我的游戏啊！发送弹幕就可以操控我的游戏，只要不发ASD 啊，基本就是可以过这个桥的啊。这你们有人发 AD 啊，发 ADS 啊。是啊，那你们过不了啊。但还是有人发 AD 刹车什么的，来开图吧，开图吧，你们还是不行。